头顶上偏右痛，头顶上偏右痛病人讲病人讲又拉又开始拉核电厂拉响废电拉响废电拉响废电这次拉得很快这次拉得很快因为那个弧度坡度小拉得很快接近的时候斜一下子非得斜一下子核电厂进去然后把它太平然后病人检查有没有发生核泄漏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把它围好以后然后就下面继续发电然后把电输到地面去然后核电厂就再往上这个沸点随着柱子再往上提这样就省事了很多省事了很多好知道了知道再见再见